一定要给死去的人报仇。 我们只有一点时间独处，有些关于我们国家的事一定要告诉你。赞达拉正面临内忧外患，被敌人包围了，现在腹背受敌，这正是我找上部落的原因，也是我找上你这个部落英雄的原因。鲜血食人妖在北方边界肆虐，还把人民拖进纳兹米尔的沼泽里，一去不回。都这样了，嗯。 赞库尔议会那些勾心斗角的政客和倚老卖老的家伙，却还是说这不构成威胁。他们一直说服父王不要动手开战。公主，你离开的时候还跟你父王说是要去探险，却没提到你是去跟部落的杂种周旋。守护王国是你的职责，既然你带忽职守。 我只好找其他人来帮忙。保卫这个王国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我来把这个家伙流放到沃鲁顿。我们赞达拉没有部落的容身之地。他们的命运不是由你来决定，将军。你也一样，你父王可不想看到你带这些家伙回来，是他命令我来找你的。 不想死，就快滚！先说好，我父王是个固执的人，但他观察入微。我敢说，他早就知道是你把我从暴风城救出来的。只要表示尊敬，听他讲话就好，运气好，他就不会把你从金字塔顶扔下去。 永垂不朽。陛下，部落的人只是想利用我们的海军替女妖大酋长效命。这位勇士勇敢抵抗暴风城的力量，救了我和祖尔。父亲，你应该允许如此英勇的勇士境界。够了，这个外来者的事由我来决定。贾克拉杰说的没错。 你是想借助我们的兵力来对抗联盟，但我女儿说的也有道理。救她出来需要无比的勇气，我很敬佩这一点。塔兰基担心我分不清真正的敌人是谁，不过我可没有糊涂到那种程度。我们就来看看部落能给赞达拉什么。我允许此人进出大封印之地，暂时先这样吧。 只有赞达拉人才能进入这神圣的地方，根据我们的律法。只要我还是国王，我说的话就是律法。这位勇士，你会成为全国上下注目的焦点。从今天起，我称呼你为部落代表。 你好啊，我为赞达拉而生。贾克拉杰将军的干预，飞到这里来的话，你只需要树立标志就行了。
英雄，跟我来，我带你到处逛逛。据说这个大封印之地是世界上现存少数比赞达拉帝国还要更古老的事物。我的父亲把许多宝物都放在这皇家库房里面。你的夜翼精灵朋友在古道大厅，你逛完了之后就来找我吧。塔兰基公主人真好，她告诉我们有座古老的传送网路，也许还能用。为了部落。哎，你好，奥库雷斯，去检查那个传送门系统，我们需要建立连接部落首都的补给线。勇士，看起来你在争取赞达拉信任这件事的进展还不错，我还有其他事要忙，祝你好运。听说国王很信任你，赞达拉永垂不朽。信的是哪个罗雅？但愿我们没选错盟友。为了保护人民，我会不惜一切。赞达拉屹立不摇。时间有限，长话短说，我打算带队远征纳兹米尔的沼泽，一举铲除北方边境的威胁。如果你需要我们的海军，就必须请我身在祖达萨的父王帮忙，他的谋臣一定会跟你作对。人在沃鲁敦沙漠的贾克拉杰一肚子诡计，我敢说他不只对我们的人民是个威胁，对部落也是。我们现在真的分身乏术，我让你来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查看地图后选好你要先执行哪个计划。赞达拉永垂不朽，罗阳守护。